观众朋友好，欢迎您观看《希望看新闻》节目，我是霆锋。今天是北美时间十月二十七号星期二，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拜登太太演讲时，拜登广告牌突然坠落，被疑是败选前兆；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得票率超过拜登；左媒称川普连任除非被雷击中两次，雷神表态了；内部人曝光脸书审查恐涉中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下不到十天，川普和拜登都卯足全力做最后冲刺，跑遍美国各州举办造势活动。二十六号，拜登太太在乔治亚州的造势场合上发表演讲，不料正当他讲得口沫横飞之时，讲台上的拜登广告牌却慢慢下滑倾斜，然后就突然整块掉落。名嘴朝长青在脸书上贴出这段拜登牌子掉了的影片，说拜登实在是老年痴呆，今又说荤话。 竟说跟乔治竞选总统，说了两遍乔治，然后曹长青就表示，讲台上拜登的牌子掉了下来，是预示拜登没戏，掉了败了。对比川普，曹长青说有大好消息，那就是川普提名的保守派巴雷特大法官通过任命宣誓就职。川普佛州目前最新民调大赢拜登。曹长青的帖文底下有留言开玩笑说败光天意、先兆等等，还有人说超治愈的。 希望拜登跟共产党的结局就跟这牌子一样掉下来了。更有人指出，台湾大选韩国瑜演讲时背板的国旗也掉落，而韩国瑜最后落选。首度曝光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父子腐败丑闻报道的《纽约邮报》专栏编辑阿赫玛丽，撰写了一篇他与脸书内部人员的对话，曝光了脸书内容审查机制和人员背景。 上周，脸书、推特审查屏蔽《纽约邮报》关于乔·拜登父子腐败丑闻的报道，引发了共和党参议员和广大网友的震怒。阿赫玛丽的文章是基于他与脸书内部人员的对话。专栏文章的题目是《了解你的中国脸书审查员》。 文章写道，一个曾经在脸书公司工作的人透露，至少有六名中国籍人员在脸书做信息审查工作。这些中国人认为他们会获得 H e B 签证，从而可以继续在脸书工作。这位脸书内部人员向阿赫玛利展示了这些中国员工在脸书所做的审查信息。这种信息审查被叫做“控制憎恶言论工程”，就是让电脑具有所谓的自学能力，能够在没有人员介入的情况下。 自己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进行审查和处理，他会将某些内容置顶于灌给顾客的一系列新闻中，确保其他不喜欢的新闻内容被排在最后。文章继续写道，当然，许多大型科技公司都会从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招募外国专家，其中许多员工希望永久在美国定居并分享美国梦。阿赫玛丽写道，脸书发言人否认这些员工的审查工作会影响该公司所奉行的广泛政策。 正如参议员卢比奥在给自己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所说，这些现象再一次佐证这些大牌高科技公司不应该再享受出版和新闻自由的相关法律保护，应当受到法律追责。与此同时，参议员霍利表示，这些使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要求马克·扎克伯格在总统选举之前来参议院作证，说清楚脸书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十月二十二号。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向脸书、推特首席执行官发传票的动议。委员会要求两人前来国会，针对这两家公司的内容审核政策作证。他们和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还将在十月二十八号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面前，针对他们公司有关偏见、虚假信息和隐私政策作证。 脸书和推特首席执行官已经同意在十一月十七号出席参议院小组的听证会，以调查两家公司对《纽约邮报》的一篇文章采取的限制措施。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一周，在十月二十六号发布的《每日白宫观察》中。 拉斯穆森报告表示，最新的全国性电话和在线调查揭示，川普以百分之四十八的得票率领先于拜登的百分之四十七，这是自从九月以来川普第一次取得领先。这一最新的民调显示，大选在最后关头进一步收紧，并可能逆转的最新迹象。这项调查中，除了整体民调领先之外，川普在获得共和党人支持方面的表现也要好于拜登在民主党人中的表现。 拉斯穆森说，有百分之八十四的共和党人会选择川普，而百分之七十七的民主党人会投票支持拜登。拜登输了七点。十月二十一号，拜登以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四十六在拉斯穆森民调中保持领先优势。然而，在拜登二十二号总统最后一次辩论中，就其儿子种种涉嫌犯罪的行为撒谎，表态要废除石油工业，扬言要增加最低工资，从而击垮小企业的等等糟糕表现。 以及有关其家族丑闻的持续发酵，都使得拜登的声望大打折扣。如今的民调结果正是那些因素的直接反应。而在最后需要全速前进的时刻，拜登竞选却出现衰落的迹象，这必将给其最终结果产生致命打击。拉斯穆森周一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五十二的美国选民赞成川普总统的工作表现，百分之五十的工作认可度是赢得连任的一个关键因素和指标。 调查数据还显示，川普总统建立了一个支持他的、令人惊讶的不同寻常的联盟。例如，百分之二十七的美国黑人说，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将选择川普总统；而在二零一六年，他只赢得了百分之八的黑人选票。美国总统竞选将要结束时，有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结果十分分散。拉斯穆森、特拉法加和约翰佐格比策略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中立。 其采样范围合理，结果也相对可信。这些民调跟踪记录了川普总统的上升与领先。然而，这些民调结果很少能够在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就是左媒上看到。很多左派媒体的调查显示，拜登拥有很大的领先优势，这与二零一六年的民调所呈现的极为相似。当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民调大幅领先，但最终川普赢得了大选。越来越多的民意测验者看到了那个趋势正在重演。 《华尔街日报20》二十号发出一篇评论，说如果川普想胜选，除非被雷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比喻川普不会像二零一六年那样，在民调持续落后的情况下反击败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而顺利当选，以此比喻川普连胜机会渺茫。但也许这就是天意。就在这篇评论发表后两天，二十二号凌晨两点十四分，位于芝加哥的川普大厦竟然连续遭遇三次雷击。 间接实现了《华尔街日报》的所谓的预言。美国 ABC 新闻的芝加哥频道在推特上转发了川普大厦连续遭雷击的新闻，网友们就将《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和雷击事件相连起来。细心的网友发现，川普大厦被雷击的照片是呈现 V 字形，象征胜利。直说老天爷实在太调皮了，两次不够看，再多来一次。这个消息在台湾论坛也引发讨论。 网友笑翻，纷纷回应表示，川普当选是天意，天选之人，雷公都表态了。据悉，乔拜登和次子亨特电邮门风暴未平，拜登在近期被美国媒体发现连连出错。二十五号，他协同妻子吉尔出席一场“我将投票”的线上募款活动，竟将对手川普与前总统小布什搞混了，还对着镜头说：“再给小布什再当四年。”哦，乔治。Four more years of Georgia. 而且拜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妻子连续三次的提醒后才回过神来。网友忍不住嘲讽：“没有耳机和 iPad 的辅助，结果？”还有说：“真不敢相信他的脑袋是怎么了。”据了解，两周内的全美民调大部分显示。 川普的支持度曾一度落后拜登超过两位数。二十二号，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在福克斯新闻中说：“如果川普总统在十一月三号赢得总统连任，那就证明这次总统大选的全国的民调再次出错，而他的职业生涯也就完蛋了。同样道理，外界认为代表那些左媒和民调机构的人可能会信用破产，需要另谋生路了。” 川普竞选团队表示，他们有自己的内部民调，直指这是一条清晰的通往胜利之路。川普总统也在十月十九号对外透露，他越来越有把握赢得连任，而且是大赢。此外，由于拜登父子硬盘门丑闻曝光，据传后面还有更重磅的猛料在等待陆续放出，将会影响更多的中间选民及摇摆选民的最后决定。